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的是第25题，他说 f(x) 等于这三个相乘。好，那 a 问你说 f 跟它二分之一大于 b f(x) 等于二有整数解吗 ？c f(x) 等于 x 平方加一有实数解吗 ？d f(x) 等于 x 有不等于零的有理根有理数解吗？好，就有理根啦。好，一呢 f a 如果等于二，那 f 负 a 等于二对吗？好，那这题目怎么看呢？就 f(x) 长这样嘛。比如说 a， 你要求这个是不是大于零，只要看符号。f 根号二分之一，当时把 x 改成根号二分之一嘛。那这个是正的，这个呢，根号二是1.414，1.414比一还要大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分数，就小于一，小于一减一是负的，符号。然后这个呢，正加正，那当然是正的，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两个正一个负，当然会小于零。所以他说大于零那是错了，也错了，可以吗？所以其实 A 不能选，很容易。第二个 ，B f x 如果等于二，它有整数解对吗 ？f x 等于二，什么叫 f x？ f x 就长这样，所以这个就等于二。那它要整数解，你看哦，来看这里一下，这三个噔噔噔，其实是。连续的三个整数，就是 x 减一乘以 x 再 x 加一，是不是连续的三个整数？连续三个整数相乘。要等于二，好，那我们要等于二的话，你可能因为这个二质因数只有二而已嘛，所以三个连续整数相乘最多有一个二嘛，或者负二。那你要二的话，要连续的话，那就是这个要一啊，再来是零，哎，可以零吗？你一乘上去就零就没有，哦，所以你找不到这样的三个数可以相乘的二。那如果你是负二的话，那再来就是负一，那再来也是要零。那你不能乘以负三啊，那二也不能乘以三，因为这乘起来都会超过，好，这数字都会比二这个数字还要多，所以找不到，好，所以这个找不到，可以吗？好，找不到连续三个相乘的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没有，他说有，好，不是，他说这里有整数解，那就没有。B 呢？好，接下来看 C。好 ，C 的话，他说这个等于 x 平方加一有实数解，那意思就是 x 乘上 x 减一再乘上 x 加一等于 x 平方加一，这个有实数解吗？同学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它一有？因为你不怕按过去也得到。这个是一个几次式？三次，三次系数实系数有没有问题？这乘开是实系数可以吗？都没有根号，没有那个乘起来也是有理数的系数，所以都是实系数。那三次实系数等于零，我们说至少有一实根，还记得吗？奇数次实系数最少有一实根。因为实系数的话，它的虚根一定是两两乘，对。那你可能是零个，那就有三个实根；如果有两个实根，对，两个虚根，那就有一个实根。那你不可能有四个实根嘛？一定都要两个两个，那也不能三个实根，不能够有四个虚根，好，四个就超过了。也不可能有三个虚根，因为两个两个一组啊，虚根已经成双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至少一实根。只要奇数次都会有，啊，实系数奇数次至少有十个，所以它最少有，它有没有实数解的，最少会有一个，奇是对的，奇是对的。好，再来出。
那说 f 等于 x 等于 x 啊 ，f 等于 x 等于 x， 意思就是这两个这些相乘就等于 x。好，那你可以把这个移过去啊。那移过去的话，那些都有 x， 就把 x 移出来。那这个乘开 a 减 b 乘 a 加 b， 就是 a 平方减 b 平方。然后这个移过去，把 x 移出去，就剩下一，所以就减。好，那等于一，这边通通移过去就没有了。好，所以就会得到 x 乘上 x 平方减二等于零。那这个可以分解成根号二的平方 ，a 平方减 b 平方，意思就是 x 加根号二跟 x 减根号二，意思就是 x 等于一或者正负根号二。那这个除了零之外就没有有一个，因为这两个都无理数，所以有没有不为理的有理根？没有，好，没有不为理的有理根，因为除了零之外都是无理根。最后一个，好，如果 f(a) 等于二，什么叫 f(a)？ 就 a x 代 a 嘛，意思就是。a 乘上 a 减一，再乘上 a 加一，就等于二，好，就这个都改成一，好，那就等于二，好，那要问说，那 f 负 a 会不会等于二？来，同学 ，f 负 a 就是把这个 x 都改什么？负 a， 好，所以就是变成负 a， 还有负 a 再减。好，还有负 a 再加一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你看哦，这个跟这个是不是只相差一个负号？如果你把负号移出来，它是不是就变成 a 加一了？那这个负 a 把负号给它，本来有一个负，负就得正，可以吗？然后这个剩下的负 a 加一，是吗？那这个跟这个，我跟这个，这个刚才已经变成它，这个这两个，这两个就跟这两个一样啊。这个一减一跟这个相差一个负号，所以我如果再把负号提出来，这个我提出一个负号给它，那这个地方负 a 加一就变号变成正 a 减一，可以吗？这个提出一个负号，提出一个负号就变号了啊，把负号提出去，那。这个负的就变正的，正的就变负，就这样。那这里，那这个负号乘正一就是变成负的。这个地方是不是跟这上面就一模一样？一模一样，这里就是二喽。好，这个地方是二，这前面还有一个负号啊，所以答案应该要负二。那它说等于正二，哦 ，f 负 a 等于正二，错，应该负二。好。这样你会了吗？